官的被有个上市发表会啊，对啊，哦，正式你那时候就可以买到车子的那种。我这车吼真水，你啊引擎发动起来，伊足静音的。我咧问阿多阿公，哎，啊这车是？你也袂使发侪啊，哎，无听。即摆较侪人，真的嘿。我讲哎，这是你较含五幺三无相像，伊讲全部拢无相像。车头也新的，哦，迄车头像这啊对这吼。顶管遐有一个，你遐记得了 ，LDWS 底下的，车道偏移，它加了一个 sensor， 对 ，ACC， 到时是标配吗？都是标配，因为六级法规就规定要有，所以六级车比五级车会贵一点点，哦，大家拢想想，哦，你们是合理反映那个价格，对，因为即卖工艺水准含无当就无想想啊嘛。即卖加工材料哦，拢啊，看个电脑嘛较新，反应速度嘛较紧，所以即卖你拄啊讲个吹送迄个变速箱，哦，伊即卖有一个个羊角感知器的，对啊，伊来去加的时阵，哦，伊会主动迄个拍空速的，对啊，拍空速省油的，对啊，啊，等到伊搁要起步的时阵，哦，伊就去启动啊，所以真省油啊，真省油。正好我迄个滑行诶，对 ，eco roll， 人讲 eco roll 的对啊，啊伊个变速箱内底吼，拢改真过，伊较早那是派诶时阵规组换，即卖派啥物就换啥物，派啥物换啥物，有三个主要的机构，系啊，够水啊，所以袂歹，真正袂歹，专工为高雄听诶，安尼哦，连刚来阮台中去参观者，我坐车来啦，啊。可以当试驾，试驾当然会使啊！你我伫 YouTube 做节目，专门拢咧做大车。哦，恁是迄、那个大车举落。哦，大车举落，你也当去你看嘛。驾驶的那个，就你载过啥物人个啊？我家己个车。哦，家己个。你载宝宝。哎。达富，我家己一只三六个，啊，两台宝宝。坐几种车拢捌去过，我拢会去。啊，恁刚刚安来，按来换只名片咯。我名片都无查错。哦，不要提车的，你看你。恁刚来，我要坐一下哦。啊，看车的表现安怎？啊，你甲甲咱指教一下。好。对呐，歹对啊，迄条，阮会当直接甲元厂讲啊。哎呀，元厂的技术拢是这啊，哦，所以阮会当，我们沟通很顺畅的，对啊。主要这个车改善就是它这个是全新为台湾设计的，哦，全新为台湾设计的，所以我们跟他要求怎么样台湾市场的规格，他都能配合我们。他有没有考虑要进那种叫高顶的？高顶，那个现在哦，很多车型都是高顶。对对对。然后你如果风阻的问题，你要用那个导流板来改善，一定没有高顶的来得好。高顶呢，我们有考虑啦，就是看用 CPU 的，因为那个市场量不大了。如果市场量够大，我自然就因为只有你们没有出，只有我没有出。你如果以前那一代的 CF， 你出高顶，我一定买。哦，好。因为我看过国外的，真的空间差很多了。因为长途驾驶就是我来吹，需要那个空间。我来拿多来供给。Only that brand, you know.Yeah, well, it depends on the shipping because the cabs come from Belgium. Uh-huh. And normally, if we ship in a container, the standard cabs will fit in a container, the space cabs doesn't fit. So they need special transport, which makes them more expensive. More expensive. Yeah. So it's a cost reason, not a marketing reason. No. Oh.即番可能就是一寡迄个成本的因素的，马家看，其实马家看市场的量，市场的量介绍来当接受的时阵，因对迄个包装的方式去改善的时阵哦，有可能对啊。我若听到恁的声音，我内部就开会啊。因为吼、哦、，CF 的车型，较适合咱台湾上上下下。对。啊，不过咱有货柜车，有刀仔车，车的宽度拢较宽嘛。对。啊，你倒无啊，有阵时啊，无一定会当配合着车架的宽度。啊，你若有头等舱的话，因还有这 spare cup。
伊个车厢驾驶空间嘛，较好啊。因迄是跨洲际型的，你用的较侪的对啊。安讲迄个屋顶扰流板吼，主要是考虑到省油、风阻系数啦。啊 ，space cap 吼，是讲因阿多个为人较悬啊，即比你后徛起来，佮会当内底咧登塞，所以用地差一用地迄个跨洲际型的较侪啦。啊，台湾家我们80/20原则嘛，嘛是用地统计都是 CF 的 ，CF 是海岛型的。海岛线一天400公里，会当用安尼啦，因为真的吼驾驶的空间较好对驾驶。我即卖有咧想讲哦，因为像这五种车是台湾阮的主力的对啊，有一种其他的，阮是考虑讲来人客来的时阵，阮用 CBV 哦，买安一排安尼，用定的，要用定，啊迄个较贵，啊一定较贵，欢喜甘愿的对啊，嘿欢喜甘愿。只是讲较早阮有甲问，甲西奥斯问讲。我买电关电的，讲你爱买五只，啊像阮这条小卡哪有法度？你要接五个啊，无我嘛是的。系啊，啊不过我感觉你车型礼拜一定有人会买，你看宝马、宾士即马碰电的都侪高顶，那要竞争还是有它的市场。啊，你就像我是一个营收虽然小小啊，啊不过我若爱恁的车，就是爱恁两买的，我就来买。OK， 差别没有。感谢，这是小小。心声了解，我听着，我今日直接有听着足侪消息的，我倒来，我来开过来检查。啊，这车真正是袂歹，啊，省油。咱这边的迄个售价竞争力，售价哦，即马袂当公布的对啊。啊，你感觉有竞争力？绝对有竞争力的，你拭目以待，嘿，你拭目以待，嘿，谢谢。因为这物件，跟迄个五 G 车差遐侪啊，光主动式安全配备的差过六项的对啊，拢。贵的拢，拢标准配备，所以阮听着市场的咧起价，我嘛是知啊，我嘛是澳洲咧讲啊，阮市场咧若要拼第一名，不只是性能耐好，哦，售价各方面，啊，即嘛即种六级车，佮比五级车省油加14%的对啊，加14%，所以迄即真大很大一个诱因，有迄个试驾的机会，他敢讲，无啊，我阮的网友，好凶。大家互相，我来介绍，大家互相来捧场吼，来讲记得的，对啊，大家做一下朋友嘞。这架车好车哦，啊来跟阮踏试者，啊有啥物意见甲阮讲，啊我甲阮厂的迄边欢迎。啊，伊阮对做单位当车10年啊，吸收了很多经验的，对啊，阮甲伊欢迎。所以这架车是根据阮的经验，特别来甲阮做，所以阮做有信心的，对啊。谢谢，感谢你们，感谢，谢谢。